呢个世界根本就系冇公义噶。我出咗事，连亲人都唔会帮我。其实香港系个公平公义嘅社会，我哋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守护噶。所有人都系表里不一噶啦，我戴住面具去做人，有啲咩唔啱啊？好日子，6月24日星期一晚8:30，翡翠台。